没有综艺，就还要好看。各位志气朋友，各位大家晚安。本来我请他来陪我，他最近在外面还有中华电视中台的。我是新人方宇，在新闻区那个问到处去问，是呀，像这个空位的到处去问呢。不然我们都去谈，没有啦，不要了啦。现在你们来了，要说这个，我们这是我们自己的主啊。是哪里？那个是有说出的关系。阿根廷，我小时候看到这么如此郎才女貌的这么一个新人，都要衷心诚意的祝福两位新人跟双方的家长，在这里说一句恭喜，有一。我所认识的这一对新人，品如与方宇，他们各自有相当多的优点，但是我发现，他们一定要给我起哄啊！我要大声一点，帮我起哄。哦，这是一个传统